哎，各位同学，大家好哈。那，我们这一次由那个线上的部分哈，来跟大家上课哈。那我们上一次好像讲到有关你哦，这个桔梗啦哈的部分哈。那我们这一次先从有关你桂枝的部分，我们先来上哈。那桂枝的部分哈，那可能大家要稍微了解一下哈，那它是一个樟科的植物哦，那它本身哦，其实它跟肉桂是同一个东西哦。那肉桂它本身哦是使用它的树皮，那桂枝的话哦，它使用它的这个认枝的部分哦。那这个是有关于桂枝哦，那桂枝它本身哦。在泡制上哦，是其实它是，比较少在使用哦。那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它的泡制的这个，这个泡制的方法哈，这个我们，那在我们有关于在。桂枝在《神农本草经》它是没有被记载哦，那肉桂是有哦，那即使它在使用上还是以生品为主，哦，生品为主，哦，生品为主。那其实哦，它最主要的成分大概是桂皮钱哦，那。其实桂皮钱、肉桂也是啊，那当然它桂皮钱的含量哦，其实它蛮高的哈，那大于1.6左右哈，那当然这个桂皮钱麻烦这个把它记起来哈。那我们看一下哦，这个肉桂哦，它那桂枝哦，它本身是一个所谓的节表哦，那它是一个行文节表的东西哈、哦。那原则上哦，它是一个花按节气哈、哦，那温经通脉哈、哦，然后滋养花气哈、哦，等等的这个作用哈、哦。那其实哦，它桂枝原则上以生品为主哈、哦。那尤其我们比较常见的哈，像桂枝汤哦等等哈。那如果是说用秘制的部分哈，秘制的话，我们比较常见的话哈，就是所谓的这个小建中汤哈。但是即使在我们坊间里面使用的小建中汤哈，尤其在我们药证里面哈，它还是用普通的桂枝，没有秘制桂枝哈。但是照正常来讲哈，还是以秘制的这个桂枝为主哈，那至于草黄的桂枝就比较少在用哈，那这个我们就没有再使用哈，这个部分哈。有人讲。那这至于这个适宜事项的话，原则上哦，就是孕妇哦是不宜被使用哈。那即使它在所谓的这个肉桂也好和桂枝也好哈，是孕妇被可以不宜使用的哈。那我们在煎煮上哈，不宜久煎的这一种这个药物。然后我们再看桔梗哈，那桔梗的话哈，其实它本身哈是桔梗科的这个植物哈，那使用它干燥的根哈，干燥的根哈。那其实它在《神农本草经》是列为下品哈，这个我感觉就是蛮奇怪哦，就是说原则上哦，桔梗哦，其实在市场使用上哦，不是一个
非常有毒性的东西，但是在生酮本身 为什么会列为下品，这个我也不大晓得。那当然你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说其实桔梗它在生酮本身性是列为下品。那桔梗原则上是生品跟秘制的桔梗为主，这个是中药材，这个是饮片，这个是秘制的桔梗。那它这个成分要特别注意的话，它是一个这个所谓的桔梗的皂苷，那当然虽然说我们前面在上课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就是说桔梗这个东西，它桔梗皂苷是一个非常透视，它总共它有1、2、3、4、5、6、7七个糖基的一个三铁类的成分，那这个是一个蛮透视的一个成分。那当然在我们第二版里面也有讲到一些这个皂苷类的东西，那它是一个比较属于桔梗，它是一个祛痰药的清热的祛痰药，那归会经，那原则上它是一个祛痰利可排脓，那我们生品原则上它是比较清会为主，那你蜜过的话它是比较润会，那尤其在我们这个百合固精汤里面，它也有桔梗，那 它食用的话是用秘制的这个桔梗，那其实在百合固精汤里面，百合也好，桔梗也好，其实它都是用秘制的，但是在坊间的我们在基准方里面，它的百合固精汤其实都是用生品，但是真正的炮制上还是要秘制的这个桔梗为主。那这个以其他研究这个我们就 不再做讨论，那如果我们再看枇杷叶，那枇杷叶的话其实这个在我们前面大概也讲过，其实枇杷叶 它的这个是它的这个生药名，那它是蔷薇科枇杷，那它使用的话是它的叶的部分。那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说其实枇杷它的这个叶它的表面是光滑的，那它的背面它本身是有毛，所以说我们要去毛，去毛这个要刷去毛的方式。那它在神农本草经是没有被记载，那我们比较常见就是生品它比较用在清会，那秘制的话它是比较润会的这个作用。那你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这个枇杷叶，那枇杷叶的表面是光滑，那背面它是有这个绒毛，那我们想办法一定要把绒毛把它去除。那去毛那我们要切成这个丝块，然后有关于枇杷是秘制的这个枇杷叶，那原则上这个是清会，这个是润肺的这个枇杷叶，那其实这个枇杷它有两个成分，一个是七吨果酸，一个是熊果酸，那其实 这两个其实都是一些三铁类的这一些成分，那说实在的很多植物里面都会有，那当然这个你们就自己去做参考一下，就是说有关于桔梗大概有哪一些的这个成分你们知道一下。那当然在这个地方我希望你把它记起来，就是所谓的枇杷叶的这个配汤体，那这个希望你把它记起来，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把它记起来，就是这个成分。那枇杷叶的话当然它是一个祛痰止咳药，那它
归会归位、哦、那它既有止咳平喘和清胃化痰降逆止呕、哦、那降逆止呕的话它是比较归胃经、哦、那前面止咳平喘和清胃化痰它比较归肺经、哦、那原则上生品、哦、它比较属于清肺的这个作用、哦、所以说生的枇杷叶它比较清肺，那你蜜过的这个枇杷叶的话、哦、当然它本身的话就比较属于润肺的这个作用、哦、那我们比较有名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清燥救肺汤、哦、那它是用所谓的这个秘制的这个枇杷叶、哦、那当然我们前面大概也讲过，就是说枇杷叶它要气毛、哦、那当然它可以避免一些刺激喉咙所引起的这个咳嗽的这个现象、哦、那其他的话、哦、这个你们自己参考一下、哦、然后再来就是桑白皮。桑白皮的话其实我们在桑叶里面、哦桑、哦、里面有所谓的桑白皮、桑叶、哦、还有所谓的桑枝、哦、还有桑黄、哦、还有桑葚、哦、其实都是同样、哦、这个都是同样阿爸、哦、这一个的这个 的植物为主、哦、那桑白皮当然它是使用的去除酸皮的干燥的根皮、哦、那当然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桑白皮。那其实桑白皮的话、哦、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哦、它是比较属于所谓的这个镇咳清肺为主，但是其实它在美白的效果也非常好。那其实它在《神农本草经》它是列为中品，那 它有生品跟秘制的桑白皮，那其实在坊间用的比较多的话还是 以生品为主。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桑白皮，它原则上就是说这个 是饮片，那秘制的话其实大概都是采用我们前面所讲的第一种方法，就是说你用蜜，然后我们再用文火下去做翻炒的动作，那大概原则上大概以四比一的比例。那这个是生品的桑白皮，这个是蜜制的这个桑白皮。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类似一个发梦的一个比较属于所谓的桑根皮树、哦、那当然它这一是一个弗拉华蹦这盆腻、哦、所以说照理讲、哦、这个成分它是一个比较属于活血化瘀的这个成分、哦、活血化瘀的这个成分、哦哦、它是一个比较透湿、哦、那这个把它记起来、哦、那它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气痰药、哦、那止咳平喘、哦、那归肺经、哦，那它是有所谓的这个泻肺热平喘利水消肿、哦、那原则上、哦、生品它比较、哦、用在于比较属于、所谓的这个泻肺行气利水比较强，但是你经过秘制之后、哦、它对于所谓的利水消肿的效果会比较差、哦、但是它会增强它所谓的这个润肺止咳的这个作用、哦，所以说用在一些比较属于平常、哦、平喘啊、哦、等等的这一种作用、哦、那桑白皮我刚才有讲过，除了平喘之外、哦、在坊间里面、哦、桑白皮、哦、它具有非常好的这个美白的这个作用、哦、那尤其在化妆品上、哦、常常会用桑白皮来去做美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成分、哦、那其他的研究我看这个就你们自己去做参考、哦，那这个是有关于桑白皮、哦、那我们再看桑叶、哦、那其实都一样，就是桑叶的话、哦、那它是桑科、哦、的阿爸、哦、的这个所谓的干燥的这个根、哦、干燥的根、哦、那它一样，其实它在我们古书里面、哦、它有记载、哦、就是所谓的桑白皮的部分、哦、那当然桑、哦、就是说桑叶啦，当然就是说它也是神农本草经所记载就是同样的东西啦、哦，那当然以桑叶来讲、哦哦、我们它是一个比较属于清热的这个作用、哦、那我们它是一个所谓的比较属于心凉解表的这个作用、哦、那这个生品、哦哦、还有秘制的这个桑叶、哦、那还有所谓的这个、草黄的桑叶、哦、但是原则上我们大概是以生品为主，然后、哦、那也有秘制的话它是比较属于润肺的这个作用、哦、那生品它比较清肺的这个效果、哦，那你看一下这个是它也有用蒸的、哦、那蒸的当然原则上我们用蒸笼、哦、去蒸、哦、
蒸完之后再用文火大概一小时就把它晒干。那我们原则上我们在使用上我们希望你了解一下，就是说桑叶它原则上是生品还有秘制，那至于炒或者蒸的话其实在使用上是用的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我希望你把生品的这个桑叶跟秘制的这个桑叶为止。那至于蒸的部分，因为蒸的部分你经过蒸过的话它的补性会增加，那你秘制的话当然也会增加，但是以哪一个效果的补性 会最强，当然原则上还是以蒸的，但是我们在平常上生品它是一个比较属于清肺的这个桑叶，那你秘制它是比较润肺，那这个我们也跟同学讲，就是说清肺跟润肺上有很大的不一样，那当然这个是说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处方上，如果是你用到清肺的这个话，我们大概是生品。我们最常见的话就是所谓的桑棘饮，桑棘饮的话它本身的话是用生品的桑叶为主，大概是这样。那我们刚才有讲过它是一个辛凉解表，那它是一个比较寒性的东西，它归肺跟肝，那肺的话当然就是所谓的呼吸系统，肝实木，所以说它桑叶它可以治疗一些所谓的疏肝清热，那所谓的这个清肺润燥，这个话就是入肺经，那清肝明目的话就是入肝经，那生品我刚才有讲过，就是说它比较用在疏散风热，它这个是属于辛凉解表，那清肝明目的话那当然就是比较入肝经的部分。那你如果那我刚才有讲过就是桑棘饮，那原则上桑棘饮的话使用的桑叶是属于生的桑叶，那你如果是属于蜜过的桑叶的话，它是比较润肺，它是比润燥的这个作用，它的补性上会比较强，那原则上就是炒或者蒸它会减缓它的补性，会增加它的补性，它会减缓它的寒性，当然如果是炒跟蒸的话哪一个补性比较强，当然还是以蒸的补性会比较强，炒的话当然是介于中间，但是我们在使用上还是以生品跟秘制为主，那我们考试的话我们大概会考生品跟秘制，至于炒跟蒸就我们就跳过去就不再做讨论。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他这边有讲到所谓的阴香甘它是 0.1%， 其实量是不多啦，那因为我们在药典里面是它当作它的一个指标成分，那像这一种成分的话其实它在哪一个植物比较多，原则上在阴香科植物里面非常多，像棘子类的话它成分就非常多，但相对当然是在我们这个桑叶里面 它相对的这个成分是比较少比较少，那但是这个就不用记，那这个研究当然在桑叶其实它作用上其实有很多的现代研究，它像对三高的效果非常的不错，即使服用桑叶是一个非常好的，那可以用在一些平常的一些保健，那像说有一些保健茶啦，那其实桑叶用的非常多，桑叶那当然原则上我们就是用所谓的干品的桑叶，因为你做成茶包的话把它蜜过的话黏黏的可能比较不适合，但还是以生品的这个桑叶为主，那其他这个你们就自己参考，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咸护花，那咸护花它是棘科的植物，那有两种，这个我们就了解一下就好。那我们用所谓的这个头状花系，那它在神农本草经是列为下品，那当然这个也一样，就是说其实咸护花这个东西它是比较偏寒性，但是跟桔梗一样其实都是为下品的，这个在神农本草经是列为下品，但是其实说实在的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毒性，但是它在神农本草经是列为下品，这个你稍微注意一下，那它有生品跟秘制的咸护花，那当然原则上这个因为它比较带寒性，生品它是比较清肺，那秘制它是比较润肺的这个作用，那你看一下就是这个咸护花，这是生品，这是秘制的咸护花，那我们在这个地方你看一下，就是说它有一些所谓的背半铁，就是所谓的15个碳的这一些的这个成分，
那相对的话，它其实它的挥发性上，哦，其实也是一个介于哦这个所谓的 normal chopping 跟 chopping 的这个之间，哦，所以说它的终点上，哦，也不高，哦，所以说它也微微有具有所谓的挥发的这个成分，哦，那它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气碳，哦，这个温化这个所谓的这个寒碳，哦，那它代谢，哦，微温，哦，那当然，对不起，哦，这个是它是一个比较微温，哦，它入，哦，这个肺跟胃大肠，哦，那降气化痰，哦，降气止呕，哦，那咸附化这个我刚才稍微说这个，哦，它是比较稍微微温的，哦，那不是寒，哦，对不起，哦，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咸附化，哦，它本身，哦，它有降气化痰，哦，止呕的这个作用，哦，那咸附化，哦，当然它蜜过之后它有关于降逆之后的这个用碱肉，它比较偏，哦，所谓的任胃止咳，哦，降气平喘的这个作用，哦，那当然这个刚才我稍微讲这个，哦，它是微微带温，哦，它不是寒，哦，所以说原则上，哦，它是一个，哦，比较所谓的降气化痰止呕的这个作用，哦，它没有清肺的这个作用，哦，这个，哦，这个你再稍微做修改一下，哦，哦，那它有一些绒毛会刺激喉咙，哦，那当然这个是我们把它包起来，所以说我们咸附化大概会用这个所谓的这种白色的这个布，哦，把它包起来，哦，那当然如果是在煎煮的时候它会浮浮出来，哦，那当然这个在使用上要稍微注意一下，哦，那这个麻黄，哦，这个麻黄把它记起来，它是麻黄，哦，它是麻黄科，哦，那麻黄的话，哦，它使用的话就是草质茎，哦，那如果是把它木质化之后的麻黄，其实它含的以非菌的含量是比较低的，哦，它比较低的，哦，那它在生活本上是列为中品，哦哦，那其实在麻黄，哦，我们最常见的还是以生品为主啦，哦，那秘制的话我们前面大概有讲过，就是说有一些会产生汗多亡阳，哦，尤其在麻黄汤里面，哦，麻黄如果是要长期服用，那如果是一个身体，啊，比较，不是非常 OK 的患者，哦，那我们就用秘制，哦，那当然也可以做成蓉，哦，麻黄蓉，哦，那麻黄蓉的话当然它的化汗解表的作用就不会这么强，哦，但是原则上，哦，麻黄大概都是用在用比较偏实症的患者，哦，那我们原则上还是以生平为主啦，哦，那秘制的话，哦，是有，哦，但是我们会去看的，哦，但是我们大部分的麻黄原则上生品，哦，秘制就相对上就比较少，哦，那这个是麻黄，哦，那这个是秘制，哦，那这边有这个麻黄解，哦，一解，哦，其实在古代的话他们认为说麻黄它要人解要把它气，哦，那地下的部分它是一个比较所谓的这个止汗，那地这个是属于，哦，这个所谓的这个草质茎，哦，那当然它本身，哦，哦，它的有菌的含量会比较高，哦，那你看一下，就是说它本身，哦，这个我们在药典规定，哦，它有两个，一个是有菌，一个是修多有菌，哦，它是说不得少于 0.8、哦，那这个是在麻黄里面，如果是说单纯的这个化学合成，有一些这个不孝的商人，哦，他会把这个，因为有菌这个东西它可以用化学合成的东西，哦，那有一些不孝的商人他会把这个乙醚醇把它加进去，哦，那其实很多在 HPLC 里面就可以看出来，如果是说你这个你说是一个麻黄的萃取物，发现说你的乙醚醇的含量，哦，非常高，那你的修都乙醚醇的话，哦，很低微量的话，那表示说你是把它加进，哦，这个乙醚醇的这个成分，哦哦，那当然这个就是很多在药厂会判为伪药，哦，那它是一个辛温解表，哦，那它解表力比较强，哦，那入肺入膀胱，哦，那当然肺的话就是呼吸系统，膀胱它会比较利水，所以说它会有发汗平喘，哦，就是入肺经，哦，那利水的话入膀胱经，哦，那生饼原则上发汗解表力比较强，哦，那我们比较常见像麻黄汤啦，啊，哦，叶杯加速汤啦，啊，哦，那秘制的，哦，麻黄，哦哦，那当然它本身的这个止咳平喘的这个作用会比较强，哦哦，那在临床使用上，哦，像说这个麻杏甘石汤，哦，但是
其实、哦、在我们坊间所用的麻线杆上还是用生的这个麻黄、哦、所以说有时候、哦、这个你在我们平常的这个两百方里面我们会看到的这个处方 的这个组成、哦、其实跟我们古代的其实不一定是非常的类似、哦、但是我们要稍微晓得，如果是按照我们古方的方式的话，其实应当会比较好、哦、所以说我们在药厂里面的麻黄汤跟所谓的麻线甘石汤、哦、所有的麻黄都是用生麻黄、哦、但是如果是要真正泡制的话，我们的麻线甘石汤它还是要用什么、哦、秘制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麻黄、哦、那至于其他这个你们自己参考、哦、自己参考、哦，我刚才有讲过，就是说它化汗力非常强、哦、那表虚自汗、哦、那阴虚盗汗、哦、那当然会产生所谓的汗多亡养、哦、那尤其在夏天使用上要特别注意、哦、那有一些身体比较差的，我们宁可、哦、麻黄去把它蜜过的话、哦、那当然它会产生化汗解表的这个作用，会比较缓和、哦、那就比较适合用在一些比较身体比较差的患者、哦。那款冬花、哦、那款冬花的话，它是用在一些头状的这个花系、哦、那当然它在神农本草经是列为中品、哦、那有生品跟秘制品、哦、那生品跟秘制品、哦、这个是生品、哦、这是秘制的款冬花、哦、那这个是款冬筒、哦、那当然这个了解一下了、哦、那当然这是 0.07、哦、这个款冬的话是用的比较少、哦、那原则上它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气痰止咳、哦哦、那当然它是一个辛而温归肺、哦、那这个款冬跟咸护花、哦、它比较偏温、哦、那用在下气止咳化痰，那生品的话用在一些所谓的这个散寒止咳、哦、的这个作用，那你蜜过的话、哦、当然它会、哦、这个补性会增加、哦、会增强所谓的润肺止咳的这个作用、哦、大概是这样、哦。那黄芪、哦、这个黄芪麻烦把它记起来，其实黄芪、哦、在目前、哦、在中药使用上、哦、这个非常重要、哦、那有所谓的豆科、哦、那豆科的植物里面、哦、它有所谓的蒙古芪跟墨角黄芪、哦、那当然、哦、在台湾的坊间里面、哦、有这个话就是俗称的北芪、哦、那其实在台湾坊间里面、哦、它有所谓的近芪，那近芪跟我们的北芪就是我们所谓的黄芪，其实两个很大的不一样、哦、那原则上、哦、这个黄芪、哦、它的蒙古芪跟墨角黄芪它颜色比较淡、哦、比较淡、哦、所以说我们又称它叫做白皮芪、哦、那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近芪就是红皮芪、哦、那它就是所谓的兜系眼黄芪、哦、那它使用的这个根、哦、那其实都是豆科的植物、哦、那其实早期的台湾、哦、大概都会使用这种近芪，就是所谓的红芪，那从在超一二十年前，在台湾的中医药委员会慢慢把它辅导，那真正 的这个黄芪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北芪，那我们红芪的话，那就是我们近芪，就是早芪。那目前在台湾坊间，尤其像中药房里面，有所谓的近芪跟所谓的北芪，就是我们黄芪、哦、那这两个都有，但是刚才那个所谓的近芪它本身、哦、就是说它的颜色比较淡，而且、哦、它的味道比较有腥味、哦、比较臭味、哦、比较臭味、哦、那原则上、哦、我们这个所谓的豆豉眼黄芪这一个东西的话，它比较臭味、哦、那本身、哦、吃起来的味道会比较好、哦、那尤其在中国大陆，他们大概会使用前面的这个这一种、哦、黄芪、哦、它、哦、大概是以蒙古黄芪跟所谓的墨角黄芪、哦、那这个我在想、哦、这个可能国家考试有可能会考啦、哦、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有一个叫做怀特、哦、那怀特的话它本身、哦、所用的黄芪、哦、就是所谓的这个它用作、哦、这个所谓的这个药品、哦、叫做血宝、哦、它是用在一些癌症的辅助疗法、哦、它是用制色剂、哦、那它是用这个、哦、把它萃取出来、哦、不是用这个近芪、哦、它还是这样、哦、那它在神农本草是列为上品、哦、那其实、哦、在我们
早期的台湾哈、哦、大概有生品跟蜜制、哦、尤其像我们十全大补汤里面的黄芪，大概都是用蜜制黄芪哈、哦哦，但是就比较在目前在所谓的中药房里面、哦、大概是生品为主了哈、哦，那蜜制相对上就比较少。第一个，因为蜜制的话，它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哈、哦，而且它哦这个。很多、哦、大概都是用生品为主，没有把它蜜过、哦、但是照理讲、哦、如果是以十全大补汤啦、啊哦，它我们知道四物、哦、加四煎哦，达到肉桂跟黄芪，那黄芪我们大概会用蜜制黄芪、哦、那甘草也是用蜜制甘草、哦、那我们原则上就是生品跟蜜制的黄芪、哦、大概是这样、哦、大概原则上也都是四比一的比例、哦、那这个你看一下就是颜色比较淡、哦，这个的话就是北芪，所谓的刚才的蒙古芪跟墨甲黄芪、哦、那这个是一个中药材，你把它切成饮片、哦、那我们在前面大概有讲过，就是说蜜你要把它炼过、哦、炼蜜成珠的蜜、哦、然后我们再放入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黄芪里面、哦哦、把它、哦、焖完之后、哦、你来再下去炒、哦、再下去炒的方式、哦、再下去炒，那炒完之后、哦、那出来的话，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蜜制的黄芪、哦、这个是生品的这个黄芪、哦、这个是生品黄芪，这是蜜制的黄芪、哦、蜜过的黄芪、哦、那你再看一下、哦、在坊间里面我们会看到所谓的北芪跟近芪、哦、那北芪你看一下它的颜色比较淡、哦、那近芪颜色比较黑、哦，那我以前有看到，就是说坊间有所谓的黑皮芪、哦、但是其实、哦、这个其实真正的黄芪哦，原则上分有三大类，一个就是白皮芪，一个就是所谓的红皮芪，还有一个黑皮芪、哦、但是黑皮芪我到现在、哦、没有看过、哦、那其实他在几年前有一些人、哦、就是说哎，你这个黑皮芪、哦、他这个是黑皮芪，结果我买来、哦、把它放到水中里面、哦，那结果在水中里面它的这个就有黑沫跑出来、哦、但是我是认为那个不是黑皮芪、哦、但是原则上、哦、大概就是白皮芪跟所谓的红皮芪、哦、这两个为主、哦、大概是这样、哦、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哦、你看一下，就是说它这个所谓的黄芪甲肝这个东西、哦、这个也麻烦把它记起来、哦、那这个是在我们在很多的这个臭定黄芪里面、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虽然说它是 0.04、哦、但是在普通的 HPOC 是没有办法去凑出来。那我们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要用一些比较透视的一些的荧光的这个 detector 的话，它可以把它凑组出来、哦、那有关于这个毛柔异黄酮的葡萄糖、哦、那当然这个是我们原则上就是记这个就好，可以、哦、记这个就可以、哦，那当然这个其实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一个、哦、这个是所谓的黄芪甲肝这个崩坏、哦、它是说不得少于 0.4、哦、那其实在红皮芪、哦哦、就是所谓的多西眼黄芪里面它就没有、哦、那你如果是抽出、哦、这个所谓的这个赤门丙花素、哦、那当然它本身的这个在北芪、哦、就是所谓的黄芪里面是没有、哦、所以说你这个部分、哦，我们来，其实有一些外表有时候看起来不是非常的清楚、哦、但是你如果是凑出来你是一个黄芪甲肝的话，那表示说它是一个所谓的北芪，那如果是凑出来有这个成分的话，那大概就是所谓的近芪，是这样的去北它、哦、那它是一个补气的药品、哦哦、那肝为温、哦、归肺归脾、哦、那肺的话就是能够增强免疫、哦、所以说它补气生阳、哦，那所谓的这种这个异味固表、哦、那这个偷毒生肌、哦、利水退肿、哦、那肺的话当然肺的话是呼吸系统，胃的话它会增强免疫的这个作用、哦哦、那它所以说免疫的话像会增加食欲、哦、还有异味固表、哦、那还有一些、哦、像说化脓、啊哦、那原则上如果是生品用在一些所谓的这个异味固表、这个止汗啊，还有偷毒排脓、哦、利水退脓为主、哦、那你蜜过之后它的补性会增加、哦、那原则上是以补中益气、哦、为主、哦、那至于一些所谓的排脓啊、止汗啊、哦、
那这些它的作用上就没有啊、哦。那我刚才有讲过，就是说这个所讲的豆蔻它会有腥味，这个有腥味所指的应当就是所谓的北芪啊、哦、北芪啊、哦。那如果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黑红皮芪啊、哦，那这个近期的话它就比较没有腥味啊、哦，比较没有腥味啊、哦。所以说早期的台湾大概是用近期为主哦，它就没有用所谓的这个北芪哦。那后来哦，我们要跟大陆同步了哈、哦，所以说我们后来慢慢哦，在很多的药厂哦，所用的黄芪大概都是用近期哦，它就不会用哎，对不起，我们药厂所用的话是北芪，就不是用所谓的近期哦。那当然在坊间里面的中药房，他们还是保留原来的所谓的近期，因为近期这个东西吃起来比较没有腥味、哦、那当然比较给一些客户来讲、哦、那臭钱臭钱你一定没啥想要吃、哦、啊如果是看、哦、啊如果是没臭钱它就比较好吃、哦、比较好吃、哦、那其他这个你们就自己参考、哦、那这个是秘制的这一些的部分、哦那我们再看酒制哦，那其实我们本来哦这一次哦这个本来平常考试要考到这个所谓的吃制哦，那我们先看一下呢，看看就是说我们这个疫情哦，哦万一哦这一两个礼拜还是疫情还是蛮严重的哦，那可能我们就平常考就不考哦，那可能就考期末考、哦、那万一期末考还是怎么样，那可能我们就再想另行其他的办法、哦、那当然这个是跟同学稍微讲一下、哦、那可能我们再看看这一次的疫情、哦、那我在想因为有像今天的疫情、哦不哦、这个感觉还是蛮严重、哦、那我在想应当如果是说两个礼拜之后，我在想应当疫情还是非常严重、哦、那我先跟大家预告、哦我们如果是下个礼拜、哦、感觉是说还蛮严重的话，我们就会自然、哦、在我们平台会宣布、哦哦、就是可能就在我们的平常考、哦、就暂停就不考、哦、那可能就只有考期末考的部分、哦、好吧，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哦、就是所谓的这个酒制、哦、那其实酒制跟所谓的这个秘制、哦、原则上酒制也好秘制也好所谓的这个吃制也好，其实这一些的泡制都会增加它的补性、哦、那我们刚才有讲过这个秘制、哦、它原则上、哦、就是经过秘制会增加、哦、这个润肺、哦哦、还有补脾、哦、那补脾的话就是增加免疫啦、哦哦、这一些的这个作用。那酒制的话它会往上提升、哦、那这个其实在我们前面大概也讲过了、哦、就是说你敬贤切制、哦、然后加适量的这个酒去拌、哦、那就是用酒制、哦、那我们在采用的方法、哦、大概跟秘制的方法都是一样，就是说我们在前面所讲的秘制就是先、哦、先拌秘、哦、然后再炒、哦哦、或者第二种，但是第二种方法就是先是炒再加秘、哦、那酒制也是，酒制的话、哦、大概就是采用第一种方法，就是说用酒、哦、拌、哦、这个药材拌完之后我们再用炒的部分、哦、那当然我们炒的话、哦哦、大概就是用文火下去炒、哦、其实我们在制法里面、哦、就是说你加辅料焖完再下去炒，那炒的方法都是用文火下去炒的方式、哦、那第二种方法、哦、就是说我们、哦、就是说先炒之后再把酒放进去、哦、那像说我们等一下会扛动物的一些、哦、像说这个所谓的五灵子、哦、那五灵子的话、哦、当然它你要先、哦、先炒之后再加入酒、哦、或者一些寒性的药材，当然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哦，那其实酒、哦、它能够使一些有效成分比较容易溶出、哦、那我们前面有讲过，像说我们传统的这个水的萃取的话，其实它萃取一些都是一些比较高级性的这个成分、哦、那你如果是说用酒制的话、哦、有一些芳香性的成分、啊哦、那像说你有一些当归川穹、哦哦、这一些芳香性的成分、哦、你借由酒、哦、
的泡制的话，能够有制溶的这个作用，可有效成分比较容易释出哦。那你用酒制也是一样，就是说它的经过泡制哦，经过酒，然后经过加热的过程哦，那当然它本身的有效成分比较容易释出哦。那脚味还有去除腥味哦，那我们比较看一些所谓的蛇啊，乌枭蛇啊，蛇哈、哦。那紫猴臭哦，当然这个紫猴臭目前来讲哦，都已经是被禁用哈、哦。那其实以前我有那个紫猴臭的一些幻灯片的哈、哦，那原则上就是一些人胎盘哦，就把胎盘起来之后，我们用那个酒哦，去把那个里面的一些血水把它洗掉啊、哦，慢慢把它清洗掉。那清洗掉之后，再给它所谓的干燥啊、哦，那干燥哦，然后用酒哦，酒微微的去炒啊、哦，那当然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酒制的方式哦。那还有改变饮药上行哦，那像我们这个大黄、黄连、黄柏哦，原则上哦，它是比较带寒性哦。那你如果是用酒制，会走上焦的这个作用。那我刚才有讲过，就是说原则上哦，大概都采用第一种方法。那第二种方法就是说哦，这个药材哈、哦，然后你再喷哦，就是把它炒过再喷酒。那我们最常见就是五灵子哈、哦，那五灵子就是我们俗称的灰鼠的粪便。那灰鼠的粪便的话，它本身哦，这个它本身哦，这个它那个有那个尿骚味哈、哦。哦，那还有黏黏的哦，你说如果是说你加入酒的话，那可能那个粪便会溶掉了哦。那原则上就是说，我们炒之后，我们再把酒放进去哦，这种方式哈、哦。那其他的方式哦，大概哦，就是说比例哦，大概是10:1或5:1的比例哦，大概是这样啊、哦。那我们酒的部分，我们大概原则上哦，在中国大陆来讲哦，就是用酒哦。大概都是用泡制的话，大概是用所谓的黄酒哦，那在台湾的话，当然除了黄酒之外，它也可以用所谓的白酒哦，就是所谓的米酒哦这样的泡制哈、哦。那其他这个你们自己看，含水量不可超过13，这个就算了哈、哦。那这个因为酒有一些挥发性哈、哦，那原则要加盖哦，这个其他这个你们自己参考哈。哦，那我们先看这个大黄哦，这个大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哈哦，其实大黄哦，应当是我们考试来讲哦，是一个非常重要哈。那无论是国家考试也好啊，或者就是我们以后的考试的话，我大黄这个部分一定会考啊。那它是料科哦，它有所谓的掌叶大黄啊。这个目前来讲，我们认为说掌叶大黄它含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有效成分上会比较高哦，还有唐古豆大黄哦，还有所谓的这个药用大黄。那药用大黄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蓝大黄哈、哦。那这个虽然说这个部分我们希望你把它记起来，就是所谓的这个料科的掌叶大黄，有我们俗称的北大黄。那至于唐古豆这个就算了，药用大黄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蓝大黄哈、哦。那使用根茎。那它在生长分量就是列为下品、哦、那这个部分、哦、其实泡制的种类它是写4种、哦、但是正常来讲的话、哦、应当可以分的话可以分到7种、哦、但是你如果是来讲，我们就原则上就背这4种就可以，就是说生品、哦、酒、哦、这个所谓的酒制大黄，还有酒，还有熟大黄、哦，还有大黄炭，大概就是说比较常见的话就是这4种大黄为主。那当然这个你要把它记起来，那这4种大黄你们都要记，因为它使用上都会完全不一样。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这大黄还有酒制大黄。那酒制大黄原则上就是也是一样，就是说大黄你用酒去闷完再温和下去炒。然后熟大黄它有2个，一种就是所谓的这个酒蒸或者清蒸、哦、那酒蒸跟清蒸当然原则上以酒蒸来讲它的补性会比较强，那清蒸它的补性不是这么强、哦、那使用上、哦、就是说一个药材焖、哦、完之后再用蒸、哦哦哦哦、蒸的话、哦哦、或炖、哦、这个都可以、哦、那还有清蒸、哦、也是一样、哦这个、然后炒炭的话当然就是大黄，然后我们用武火去炒这种方式。
那这个是这个是一个大黄的中药材，这是它的影片哦。那我们这个就是用所谓的九制大黄哦，九制大黄哦。那酒哦，把它焖完之后再下去炒哦，大概是这样哦。那有清蒸的大黄哦，酒蒸的大黄哦，还有把它炒炭的大哦，炒炭的大黄哦，这个哦，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炒炭的大黄哦。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哦，其实大黄素跟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番泻素哦，就是咸肉塞哦，那咸肉塞 A 跟有咸肉塞 A 跟 B 啦哦，那咸肉塞跟大黄酸哦，其实它是一个泻下的一些成分哦。那这个你稍微把它记起来好，那当然在我们药典里面有规定是说哦，这些成分哦总和哦不得少于 1.5 哦，那还有这些不哦哦，还有这些游离的这个温坤类的哦，它不得哦少于 0.2 哦，那原则上哦就是说哦这一些不得少于 1.5 这个把它记起来好，那好好这个好。哦，所以说这个大黄哦，这个那这个大黄哦，这个麻烦把它记起来哦，这个是一个非常透疏的哦。那我们常常会检测大黄的时候哦，你看到除了这个的话不得少 1.5 哦，而且它不得检出哦这个毒大黄苷哦，这个麻烦把它记。如果是你检测这一个成分的话，表示说你这个大黄不是我们所用的这个所谓指定的这个药材哦，因为大黄的种类非常多哦。那如果是检测出来有所谓的土大黄苷的话，表示你这个大黄哦是不是一个我们真正使用的这个使用药用的这个大黄哦，大概是这样哈。啊，那大黄原则上它是一个泻下哦，攻下哦，那比较苦寒哦。那原则上哦，它是泻下哈。那其实在归经上哦，它比较归哦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脾跟胃啊大肠肝哦，那其实在使用哦大概是比较攻哦所谓的中下焦哦，尤其它下焦哈，尤其生品的话它会有泻下的这个作用哦，那但是它会伤胃哦哦，那当然原则上生品是这样哦，那你经过泡制之后的话哦，它的苦寒之性比较微缓，那藉由酒会往上提升以及药上行，那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这个酒蒸，用蒸的部分，那蒸的大黄就是所谓的熟大黄，你经由酒蒸之后它的作用比较缓和，那会产生腹痛啊，能够增强这个活血祛瘀的这个作用。那炒炭啊，当然我前面大概有讲过，就是说炒炭之后它的温坤类的成分是其实量就非常少哦，它就不是所谓的这个泻下，它就变成止血的这个作用哈、哦。所以说我希望你把这个地方把它整理一下，就是所谓的生大黄啊、哦，还有酒制大黄，还有酒蒸。那酒蒸大黄它就酒蒸哦，就是所谓的熟大黄。熟大黄有两种，一种就是酒蒸大黄，一种是清蒸大黄。那原则上就是酒蒸大黄，它的补性上是比较强哦。那大黄炭哦，当然它相对的温坤类的这个成分就非常少哦，柔子的成分还是保留非常多哦。那相对的话，它就比较收敛止血的这个作用哦，大概是这样哈、哦。这个麻烦把它记起来，你要把它大黄整理出来哈、哦。那其他这个你们自己参考哈、哦。那当然它是一个比较。泻下的这个会比较容易伤正气哈、哦，那当然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哈、哦，那当然这个硬物也是不能够服用哈、哦，然后可能会造成所谓的流产的这个现象哈、哦。那这个川穹，我们把这个川穹稍微讲一下，我们就先休息五分钟哈、哦。那川穹的话哦，当然它也是跟当归一样都是伞形科哈、哦，那这个川穹哈、哦，其实以前的药典哦。哦，是把它写穹穹哈，那我们后来就把它改为川穹哈、哦。那它使用它的这个根茎哈、哦，它是伞形科啊、哦。那它这个是在《神农本草经》哦，它是你看它就是写穹穹哈，那它是列为上品哦。那其实
常常会把当归跟川穹、哦、把它放在一起。那当归的话它在神农本草经是列为中品的、哦、那川穹它在神农本草经、哦哦、是列为上品、哦、上品、哦、但是、哦、其实川穹它是比较强的活血化瘀的这个作用、哦哦、那当归的话它是比较缓和，但是它为什么当归会列为中品我不大晓得、哦、但是原则上、哦、就比较强的活血化瘀的话哦、这个应付上、哦、其实是不宜服用、哦、但是川穹这个东西、哦、它除了这个用在一些比较活血化瘀的话，其实它用在鼻病的效果上也是一个相当不错、哦、那你看一下生品、哦、还有九字的这个川穹、哦、九字川穹、哦、那我们在使用上、哦、大概就是像台湾大概是用米酒啦、哦哦、那如果是大陆大概就是用黄酒，那黄酒也好米酒也好其实都可以、哦、然后我们再用文火下去炒、哦，那这个是川穹、哦、那就是这个是川穹的这个片、哦、那你用九字的这个川穹、哦、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哦、其实、哦、你看到、哦、这个是阿魏酸、哦、还有这个是所谓的这个欧当归内酯、哦、就是其实这些内酯类的东西其实它是不稳定的，阿魏酸它是比较稳定、哦、那我们前面讲过了，其实当归的指标成分也可以用阿魏酸、哦、当归也有阿魏酸、哦、那川穹也有阿魏酸、哦、那这个内酯类的东西其实当归也有这些内酯类的东西，其实它本身阿魏酸它比较消炎的、哦、那有一些内酯、哦、内酯类的这些东西的话它是比较活血化瘀、哦、活血化瘀。那当然就是除了刚才这一些之外、哦、它还有一些生物碱、哦、这个是一个比较、哦、我们常常吃的这个川穹有一些苦味、哦、那这个跟这个生物碱有关系、哦、那我们刚才、哦、这个是一个生物碱、哦、就是这个，那这个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好本内酯，好本内酯它也是活血化瘀、哦、这个活血化瘀跟我们刚才的欧当归内酯其实它的结构非常类似、哦、非常类似、哦、都是像它这个有一些盆尼尔的这个它这个不稳定、哦、这个不稳定、哦、那这个刚才的这个阿魏酸就比较稳定、哦、所以说我们很多在抽这个指标成分上我们不会用这个，虽然是它是一个有效成分、哦哦、我们不会用这个来去当指标成分，因为这个不稳定、哦、那有时候常常你的标准、哦、可能很容易就会丧失掉、哦、丧失掉、哦、那它是一个理血活血药、哦、那它一个 活血行气、哦、那气风止痛的这个作用，生品、哦哦、它会比较强的活血化瘀、哦、那行气开瘀、哦、还有气风燥湿、哦、还有调经止痛的这个作用、哦、那我们非常有名像生化汤啊、哦、柴胡丝甘汤啊、传统茶疗散，这个都是用生品。那你用九字之后会引药上行、哦、增强它活血行气止痛的这个作用、哦哦、那我们有一个非常有名叫做煎皮汤、哦、那煎皮汤它本身、哦、是一个用在一些所谓的这个筋骨酸痛啦、啊、这个患者、哦哦、然后你就可以用所谓的煎皮汤、哦、那当然这是所谓的秘制的这个所谓的川穹、哦、大概是这样、哦，那当然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强的活血化瘀、哦、那当然应付上要稍微注意一下、哦、那应、哦、还有夜间过来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好吧，我们先休息五分钟、哦、休息五分钟，我们大概在五分钟之后、哦哦、我们差不多我们在休息五分钟的话我们在23分、哦、我们再开始来上、哦、白芍、哦、白芍。
各位同学哈，那我们再继续上哈。那刚才啊，就讲到这个川穹哈，那川穹它是比较活血化瘀哈，那白芍刚好它是比较收敛哈。那我们在四物汤里面哈，大概有所谓的地黄、川穹啊、当归啊，还有白芍哈。那原则上哈，就是说白芍它是一个收敛的这个作用。那川穹它是比较活血哦，那活血的作用比较强。那我们看一下，就是白芍哈，白芍哦，这个我们它是毛茛科的这个植物哈。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前面大概有讲过这个赤芍，那赤芍它也有这个所谓的芍药这个基眼啊，它是。但是哦，我们的这个赤芍它是不去皮的，我们称它叫赤芍。如果是去皮的话，我们称为叫白芍哦。但是呢，在其他坊间所用的这个赤芍的话，大概就是用川赤芍哦，它不会用这种芍药，因为这个芍药它比较贵哦，比较贵哦，大概就是会采用这个川赤芍哦。所以说你在这个基眼的话，原则上芍药哦，那如果是说你要去皮